现在我们人就在墨尔本机场，那刚刚经过一个9个小时航班的摧残呢，你们看我头发都已经油到不行了。然后到了这边第一天呢，等一下我们是直接开始去玩，所以我们很晚才可以回到酒店呢。那这一次梅奔之旅呢，非常感谢 AirShare 跟 Visit Victoria 的 Tourism 邀请，因为呢我又不用再plan行程，我们只要跟着玩就好了。基本上这种行程呢真的是非常的爽，因为我只要跟团就可以去很多地方，然后我也不用做太多功课，基本上跟住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那你们应该也好奇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因为苏人现在在厕所化妆，刚刚一上飞机他就开始卸妆，然后睡觉9个小时过后，现在开始下来这边化妆了。看看是我们的谁来了，是谁化妆好了？是苏人还没有卸妆了，我口红还没有画好。口红好了错吗？画快下来，你进步好就很难啊，这时间不够，没有回酒店，然后就直接过来了。等一下我们是直接去玩哦，晚上才回去。我还换装好了嘞。24度的天气只能撑到这样，还好吧。现在我们就要准备出去上车了。Hello， 欢迎计划，欢迎计划，欢迎计划，我是 Melbourne。我们当地的负责人 ，Welcome to Melbourne。这是我跟苏生第二次来到墨尔本了。这次来这个墨尔本之旅呢，其实不止我跟苏生啊，还有一些其他马来西亚的 blogger 这样子。所以至于是谁，等下晚点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就在机场门口等待我们的车子啊。介绍我们第一位团员，自我介绍一下。Hello， 我是九娃妮。那你叫嘉怡，你不要九娃妮，他叫庞嘉怡。他很好听哎。来自马来西亚的，算 fashion blogger 吧。好，介绍完了，拜拜。哇，后面这个小箱子是装我们行李箱的嘞，你看它整个就很像房车这样，拖出一个放行李箱的小箱子。Come on, baby. 哇。Come on, baby. What did you do? Bring the whole house? Come on, baby. Get in. Baby, get in. 只剩我抓你，救命啊！我这里，你看还可以放东西。很大这边。Come on, baby. 上完车。我们差不多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现在继续我的 interview 啦。所以呢，自我介绍一下。嗨，我叫小 M， 九九。然后 follow 我的 Instagram。趁机打广告一下。所以你平时是做一些 travel 东西是吗？对。我看你去了很多个国家，一下。对，42个。42个，我的三倍啊，还有3倍，蛮多的。没有，还有懂你是十二个。我刷 IG 的，我做功课了。没有 follow 我，可能是看到了。我刚刚看一下了。美女 IG 要看到一下的，像那个旁边那个嘉怡就不用看了，嘉怡。Hello。九万尼，哥哥到你自我介绍了。Hello， 我是阿坤。阿坤咩？是你阿坤，你坤，你坤。英文名叫什么 ？Devin。Devin。Follow 我的 Instagram。你是哪一个部门来的？我是哪一个部门？我是 Revenue Team。我真的咩？认真的咩？真的。那个 department 叫 Revenue Team 嘛？对。哦，就是赚我们钱的人啦。不是，是抢你们钱的人。那你们介绍你们自己啊！我有吓到我。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我是小郭。你们平时做什么内容啊？你们是开播的。Travel content。啊 ，travel， 你们都做 travel 的。对。OK。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我们的 travel 的东西，这样子。Jade 你。OK。所以你好。你好。朋友很帅。张勇。哎呀，知道我讲什么。你等下你定 OK。我被抓到了，因为这个车上不可以站起来的关系哦，所以没办法，我要继续我的 interview 嘛。等一下。Lisa is doing。所以大概你自己介绍一下。哇。Wilson from Places and Foods。哇。我是做吃跟旅游跟 family。我也是做旅游的。啊。可以去 follow 一下他们。哈哈哈。拍完了，拍完了。隆重介绍一下你自己。OK， 明显了，大家知道你的可爱豆。不抢我，是这边抢我，是不是？我做错手，是这边。各位，我们一下飞机来的第一个景点呢，叫做什么？基隆 Wallace， 这个名字有点难记啊，我刚刚记了很久。反正现在我们就来到距离 Melbourne 有1个小时多的车程的一个小镇，叫做基隆，华语他们叫吉朗啦。然后 GELONG 我也不懂念基隆还是吉隆，其实听起来像台湾的吉隆。这是他男朋友 tripod， 这是我的 tripod。我老哎，你们这样形容我。原来现在这边有15度哦，我一直以为这边20多度，因为我现在感觉有点冷，我奇怪。结果去了是15度，你看苏珊可以露肚子。我刚刚以为我英文有问题哦，那个托哥跟我们讲，我们走6分钟。通常这种去我们习惯了。Let's go， 快去拍哦，6分钟哦。基本上我们来这个地方就是看这些木头人啦，这边就5个木头人，这什么来的？这算石头人吧。
木头人，他原本是木矮的，然后是一个艺术家，叫什么名啊 ？Jean Michel 啊，忘记啊，反正他就是画画在上面变成艺术品啊。耶、yeah, ，我们又发现四个木头人，然后这个是什么主题啊？这个感觉像是游泳主题啊，因为其实这边总共有48个不同的主题的木头人，所以这个48个主题的木头人基本上在整个海岸都会有了。他们讲，如果你要看完100多个木头人，几乎要用2个小时来找完，所以我们只有6分钟就可以看看这几个罢了。其实蛮可爱的。这个蛮可爱的。然后我们为什么只有6分钟嘛？因为剩下的就要你们自己来看。对，不然是目的呢。难怪那个导游跟我们只有6分钟了，就是要你们来沿着这个海岸走哦。我也看到我的朋友了，就是这两位安哥啦，他们应该算是海军，这边有介绍他们。然后这是鸟笼吗？这两个拜拜。这个好可爱哦，书生。哎，这边拍应该比刚刚好看哦。因为这边有草地啊，所以应该拍起来比较好看的。刚刚这个很可爱哦，他们全部就是好像被绑住了，应该是犯人是吗？所以我刚才站在这边样子哦，很可爱耶。这些木头上哦都是彩绘上去的，而且已经是1980多年了，其实保留得蛮好的，颜色都没掉耶，蛮美的。再见啦，拜拜。哇，小姐，你男朋友牵手耶。是很大个男朋友，我办婚礼的时候就是跟你办婚礼就给他办了，我觉得是啊，没想到这个小个脚架可以放在阿发上面，很好哎，可是很危险，风吹的时候我的相机就拜拜。30块的 tripod 放，但是你上面那个10多钱了，爸的，接下去就够力了。姐，我那里有钱。刚刚我们一下机的时候，那个太阳是非常大，然后来到这个小城市过后，就发现整个阴天了。但是幸好没有下雨啊。突然又找到另外2个木头人，这个是一个穿泳装的阿嬷，然后这个感觉就是那种海军，然后他抱着一个什么？哦，抱着一个洋娃娃，真特别的喂。他们到底要讲一些什么故事？看他地上没写什么就懂了啦。反正就是 Sailor and Woman 就这样子的故事，也没有讲太多，自由发挥，自由想象。其实6分钟过很久，但是看到9分跟9N 都还在那边，所以不用理啊，我们算是找回去了。我们已经很怪了，他已经在群组了 ，Ready Fox？ 真的没？哦，幸好我们不最后一个就可以了。你困，我们该用了多久啊？半个小时，5倍吧？6分钟，我们有半个小时，不错了。我们会尽量拖时间，拍更多素材给大家看的。至于没拍到的，你们就有机会去来走走看看喽。上车去下一个景点喽。再过就是我们吃午餐的地方啦，那个2个兔耳朵的 House of Jack Rabbit， 这个餐厅最厉害的地方应该是它这个 view 啊，你看有山有水，还有帅哥。这边就是我们坐的地方啦。看来看去也不知道吃什么，因为都是文字，又是一个没有图片的美妞的国家。耶、yeah, ，这个餐厅的美景真的是美不胜收。我们刚刚就这样坐在里面那边吃东西，然后走出来就是很漂亮的打卡景点了。看到没有，各种 influencer 在拍东西画面，还有人在拍鞋子，看到吗？我们拍的东西太冷了，先往回走。我的书生去哪里了？你看书生已经回去了，书生怕冷。看到白色袜子吗？走回去坐上了。耶、yeah, ，我点对食物了。这个 spaghetti 很多虾子，爽啊！啊，加杯热巧克力，因为天气太冷。开动时间看起来是蛮好吃的。面包。哇哎。那气势会很够力哦，我觉得超好吃。目前这样看，它给了10只虾子，蛮多一下的。我今天的早餐到了。今天哦。为什么可以这么大份？哇！它全部蛤蜊耶 ！Oh my god！ 那它里面肉该算少好了，它可好大个。你们的分享器也是蛮大个一下的。是，很夸张啊！大皮哦，它的皮够力哦。吃完午餐了，是时候上车去别的地方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要看海豚的地方了。你看到没？那美妞知道其实是可以跟海豚一起游泳啊，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啊，这次可能有10分钟啊，所以没办法跟他游泳。我们就9点，它有分时段的。哦，跟海豚游泳你要选时间。然后我们只是看罢了托10个 slot。可惜，你要游泳吗？不好，要下水啊。准备好上船喽！这一艘船就是我们要上的船，很像是玩水箭的这个船。我叫！哇，真恐怖一下喂！不要！小心！现在我们就是上船啊，出海去看海豚。我以为在一个地方看，原来是出海看哦。哎，这个船呢、啊，其实看起来蛮好玩的。你看这个船呢、啊，其实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喂，叔叔，是可以开船呐、啊？要全部看住我，不可以当麦这东西。So that's actually lie. That would actually drive the boat. Oh, really? Can you? 来了，宝宝。上面看起来漂亮哦。可以上去摇喂。哇，超摇喂喂。哇，是不是？
还没有找到海豚的踪迹，用海豚去哪里了？船到底是很冷哦，我走回去先喽。这个船跟我以往坐船不一样，这种叫什么船啊？这种船？主持人晕船了，各位他晕船了。不要夸张。你表情不是很对啊，要吐往那边吐啊。会，我会往你的脸的方向。他感觉准备要下水了，有没有勾到来的？勾到。哇哦哇哦 ，so cool！ 各位是喜欢在看这一次啊？我没有打，对不起。到底会不会上喜欢在看这一次啊？嘉怡再见了。很多海鸥哦，好可爱！竟然有海狗在这里，那两个黑色的东西，我以为什么虫哦？你们看到吗？很可爱他们。我们发现一堆海狗了，那个味道应该很恐怖哦。好多海狗哦。Hello， 哇，这个味道够厉害哦！哇，这边很清楚哦，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有没有表情啊？那一只在这么，那一只你看它头，月亮哎，你看它不会动哦。Yo，kiss 哦，这一只就在游泳，你看，有还在游泳哦。Yo， 看没？你看它摸那肚子，它在冲凉啊。Yeah， 我们下船了啊。拜拜。你们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该没看到海豚？对的，因为他们讲海豚已经走掉，所以今天算是运气不好，没有看海豚吧。OK 了，没有看海豚就算了，反正又不可以跟海豚游泳。刚刚我们一睡醒下车，就发现我们来到一个巧克力冰淇淋的地方。然后熄灯了，我变成这样。对，你看书生一双眼外套，通常偷一张我们安排的行程呢，应该是很厉害呀。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ice cream 有几厉害呀 ？Great Ocean Road 的巧克力 ice cream 店，只是这个店很特别啊，因为他们做巧克力地方都可以看到。那巧克力。喂，你看这个巧克力很可爱嘞，袋鼠哎，整个是这边整间店都可以算是那种在卖巧克力啊的店面呐、啊，有点像那种纪念品店呐、啊，很多巧克力的选择，重点是也很多人。Many 买 ice cream 吗 ？Many 买巧克力给我嘞，可以吗？怎么？免费。刚刚后面那堆是可以试吃，我们就喜欢免费试吃。他才跟我们讲他们做巧克力的过程，是我先想吃那一个巧克力。像开心果哦哟，很厉害，没有想到可以跟巧克力这么融合这味道。不是我要开玩笑啊，刚刚那个开心果巧克力哦，是真的蛮好吃的。啊，你就这样贪吃我录的、哦？这上多嘞，我们 share 了，书生。这什么口味 ？Orange。它跟我吃到别种 orange 不一样。对对对，真的。那 orange 比较好吃。很多那个巧克力 orange 口味哦，是很难吃的。它都是好吃的味，因为很多巧克力的 orange 会盖过，会弄到很浓，把这个很综合的。不是我夸张，它巧克力目前吃两个都好吃。感觉这个很好看。如何可以吗？叔叔表情 OK 啊？很厉害。我喜欢这种 ，It's so good. I like this one, not too sweet. 对，我们试试第三颗口味啊。自己喜欢的吗？我喜欢这种。这什么口味啊？很香，讲不出口味，可是都是好吃的。其实这个是瓜子。但是整体来讲很好吃。目前帮你们吃了三个口味巧克力，我觉得都很好吃。那目前还有十多种，然后后面我就不拍了，因为反正都好吃啊，我拍多也没什么东西讲嘛。那是不好吃我才会拍多一点，好吃的话你们就有机会可以在那边买啦，因为真的有吓到我，原来巧克力是可以跟其他口味这么融合的，我在其他地方吃不到这样好吃的巧克力。哇，有冰淇淋，免费的我们就喜欢，喜欢吗，书生？你看书生，不要理我。他只想拿巧克力啊，我就知道。这个应该是瓦尼拉吧，还是咖啡？还有草莓，有巧克力，反正只要是免费的，任何我都可以。OK， 他们一路往上线介绍那个 ice cream 了，介绍完我们就可以拿了。谢谢他，很好咬。我这是草莓嘛，这么吃起来就不像草莓，什么味道了？哦，对 ，syrup 的味道是不是？不是咩？因为我在想，不是草莓来的咩？我想了很久。对，希腊的味道，没有想到希腊的味道哦，可以做这样高级哦。这个糖呢，你很喜欢了，而且它没有很甜，然后整个希腊味又很香。这个 chocolate espresso， 哇，它口味好香，这好好吃、哦。这是大 chocolate， 喂，跟大 chocolate 好吃，哈尼口味，这个很好吃。哎，那安利其实跟瓦尼拉很像啊。目前我觉得这个希腊口味第一名。耶、yeah, ，有免费礼物，阿里嘎多，哥在吗 ？Thank you。耶，我们拿到免费的巧克力了。你又懂你的巧克力。
不管给什么，一定巧克力来的吗？难讲啊嘛，我没有看啊。然后虽然我平时不是很喜欢来这种卖巧克力店的纪念品店，但是这个巧克力店有惊艳到我，因为毕竟它巧克力真的是很好吃。好吃。然后我会想起几年前我们来这个 Great Ocean Road 了，为什么没来到这个巧克力店？都很少人会来观光景点的。但是现在来好过，我发现是可以来买的，因为它的巧克力真的是算好吃，而且环境很舒服。它这个专门吃 ice cream 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打卡这样子。你看旁边这边哦，有一个不是小公园啊，苏生，蛮大的公园，整个很气我很舒服。想不想要什么？有我舒服，舒服的森林。谢谢，我们已经 check in 来我们今天的 hotel。我们这个 trip 总共会住三间不一样 hotel 是吗 ？Yes。那这一间是属于 resort 类型啦，我们来的是 The Great Ocean Resort， 所以这边整个装潢就是一个木屐风。其实现在这边是没有到五点钟左右，马来西亚的两点钟啦。然后我们现在 check in， 然后等到晚餐，基本上今天就没什么事情做了。因为就主要是第一天我们来到这边就大概休息一下，因为毕竟我们一下机就去逛逛现在。然后我们头发又油，脸又油，几乎快一天没洗澡，然后整个又蛮累一下的。那接下来其实还会有很多的 vlog 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提早休息一下，明天后天我们再继续去玩。耶，拜拜。